其实多多不是你的，也不是说假名的，甚至你跟你两个人都没任何血缘关系，不是你想的。你走开！多多他是我的学生，我没想跟任何人这么像。我本来是无你，我本来是没有你。你讲是认真的？你叫自己的太太去找伊的旧情人，你是起笑是？哥，你哪会比我更加紧张啦？而且这是公司啊，这是我们当初的办公室。你若是无预约，欢迎现在离开。吴先生是咱公司新的财务长，你是要约伊去倒啊？所以你唔知影，这是破病啊！这是个破病啊！什么时阵的代志啊？咁严重？爸妈要破损的机房，要交给你。哦，学长，你为什么跑啊？你就是不敢面对家妹，怕自己无法度控制。你若是搁提我对家妹感情来讲生笑，我马上甲你死掉。我都是伫在讲生笑，因为你会惊，你目睭看无会甲人拖累。你会惊，你无法度参照较早同款，惊后一步机。妈，你莫这么激动，你哪来病院？谁甲你讲我要动手术？你这不好做。雨的冬雪落在寂寞的土丘，阮一人不知要行去佗。我向天路，缘分哪会这呢薄？情断在相亲相爱的路，敢是咱两人的爱天远大？失去你的好，我的人生要如何？有笑苦音乐当时落在寂寞的土丘，我一人不知要行去佗。我向天路，缘分哪会这呢薄？情断在相亲相爱的路，敢是咱两人的爱天远大？失去你的好，我的人生要如何？